林熙蕾不速跑趴，没法全靠老公。微风之夜今晚登场，今年主题是银河之夜。孙芸一袭深 V 长洋装，所以把辣腿藏起来了，但胸前哦要流鼻血喽。雷雷担任压轴嘉宾，但是不是略显不足了些？我没看到大家穿什么，我觉得我还好啦，就是像穿这样子，我觉得蛮帅气，有不一样的个性，难得嘛，对不对？母亲节到了，朴素一点。雷雷婚后之所以甘愿把重心放在家里，下午接受平面联访时。完全解密啦！老公不用了啦，有老公有他这个老公就够了。哦，有没有这么甜呐？他还帮我吹头发，怎么吹？喜欢头发吹？对啊，喜欢头发就吹比较顺，因为我就是随便乱吹，只要干了就好。他会就是好像看起来很有手势那种，像这是非常情趣吗？真的。如果他在家，他一定会帮我吹头发。好奇是老公帮你吹头发，那你帮老公做什么？帮他洗澡吗？还是什么？就算你回馈我有在心灵上那个 support 他，就心灵吗？就肉体，心肉体也会有时候。故意乱赖，给我摸金报道。学民当记者，学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这些名指定的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